电影就要开演了，到目前为止就我一个人入座，今天的电影院有点孤单，很难想象他曾经拥有过的人生嘈杂、繁华一时。我想很多人都有小时候去看露天电影院，拿书包啊，或是家里的锅碗瓢盆占位置这个经验啊。在那个蚊子电影院很盛行的时代，这里的中山堂的电影院建筑物啊，已经算是相当高档的了。不过当时的不管是占位置也好，或者是大人斥责小孩，要不然就是小贩的叫卖，或者是荧幕上的聚散离合，早都已经落幕多年了。今天我想再重温一次当年的精彩时光，这是居住在这里许多不同族群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林田山的回忆。电影快开始了，赶快入座吧。台湾森林的大规模开采开始于日据时期，当年的台湾总督府殖产部林野调查课动员了2154人展开台湾全岛的林野调查和整理，其中一处拥有珍贵一级木的产区，即是编号13的花莲林田山事业区。林田山盛况一时的伐木基地上聚拢了四方族群，山头上索道正日川流不息，蹦蹦车的蹦蹦声热闹了整座山城。伐木工和林业人员，不论单身或者携家带眷，他们将一生中最美丽的记忆都留在这处日语叫做莫里萨卡森柏，也就是森林茂密的地方。沿着林田山旧日的运材铁道，时光流转在四五十年前的快木原乡，在陈年的原木气息里，深入绿荫浓密的林田山记忆。林田山到了，这里以前是月台哦。以前啊，火车从光复万荣站直通到这个地方来。今天火车误点了，它已经误点好几个年头了。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当年林场上繁荣的人来人往，但是呢，当寂静取代了繁华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怀念着林田山记忆的一些当地人，用时光岁月记录他们与林田山的旧日影像。这里还有一家杂货店呢，这种干妈店我跟你打赌，这个高度哦，至少有30-40年了。所以你看看。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哎，你们这里面还蛮高的哈。无天井是啥？就是好像那个叫什么？有点小仓库是不是？屋顶。屋顶。屋顶。没有，好像两层的屋顶。哦。这个地板都还是木头的耶。那个是块木。这是块木的哦。块木的。哦。这里以前是块木很有名嘛，哈。很有名，都以前山上都是出块木而已嘛，哈。这里我刚刚在外面看了，我感觉好像有30-40年了。你在光复就开有这家这间店的。光复就有这，大概是40-50年了。有。哇，那我没猜错。哎，妈妈，阿姨贵姓？我姓张。我姓张，我江伟文，我们是中视的 MIT 台湾字。这边还是有在卖很多粮的哈。有卖一些。现在卖的少了，以前哈那工人很多的时候，什么都卖了，所以说肉啦、菜啦、米啦，好像锅子什么都卖，衣服都几乎都有卖过。阿姨，这以前是做什么的？这边有一个窗口哎，好像也在那边卖东西。就是那边摆猪肉了。这边是摆猪肉。
部有猪，那个是切猪肉的板子。以前这里还卖猪肉啊？对呀，卖肉、鱼、菜都有。这山上的要上去做工的啦，他都到这边赊账啊，那都不需要现金了。以前这可是林前山的超级市场啊！差不多这样讲哈，以前有什么超级市场？肉、鱼肉、菜都有，都有。衣服有卖吗？衣服那个什么衬衫那些，衬衫有卖，衬衫、长裤那些都。椅子有卖吗？椅子不用了，这里就出木材，椅子都在这自己锯一锯，钉一钉。这个问题比较笨一点。以前这里到底还有什么没有卖？都有卖就对了。工作的还有家里的要用的东西必需品我都有卖了。那个时候是我爸爸的在做、嗯、我是配合爸爸而已、哦、啊，像只有卖的是龙须棺材没有卖、那个、啊，什么没有卖？棺材这里木材出产的地方卖，那个卖不需要我们这个店主在卖这种东西。棺材没有卖，因为这里啊就本来是出产木材，所以他们自己定就可以了，对不对？对 对, 对，哇，这找的最好的木材去做啊。所以说这里真是应有尽有啊！阿姨能说只有棺材没有卖，就可以证明这以前真是林田山的超级市场。你要买什么，只要走到这里来就可以了。那以前的这里的员工，他们来这边下了火车买东西啊什么的，他们是像现在付现金吗？还是没有，都是欠账的，都是欠账。有的是，去抓小猪，跟我们这里借的一些本钱去抓，买个小猪回来就养、嗯，养大了就来给你扣掉，有剩钱就给他，没剩钱他还是再欠下去。哇，是你说的。养猪养到大，我们就又把他的猪抓来杀。哦。这样杀了又就。还可以用猪还债就对了。对，他就先把本钱拿去抓个小猪，小猪就去养了，差不多以前都不是吃饲料哈，要慢慢养，还是要一年的，起码要养过一年。借人家钱去买只猪，等了一年后，这个人把猪拿来还给阿姨，再把它吃掉，还有一点利息哦。对。哎，那阿姨，这是只有一两个人赊账，还是？都是，大部分都是。都是血账，没有现金的很少，他就在按月会还，有顺利的话，都按每个月就还一次，按假如不顺的话，就还是再继续欠下去。那这样子应该有记账本吧？有吗？还是有一些些的，更早的是已经丢了，没有。现在还有一点可以借我们看看吗？好，可以，我看看。好像有，阿姨去，看起来就很老旧的一个这个柜子里面拿出来，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赊账还没还，也许像阿姨翻一翻，哎，糟糕了，张三还有几百块没还，这看到节目赶快来还钱。看到，这个是后来没有拿去丢的，没有是很早都大部分都丢了。哦，民国哦，还有名字嘛这边？有陈。唐，唐，这个不能念出来呢。都还过了啦，这些应该。都还过了，大家都还过了。这个是几年的？以前的。这都买什么东西啊？看得出来吗？买什么东西？看得出来嘛，应该是可以看的，我也记不起来了。这个阿姨要拿。哦，拿眼镜了，拿眼镜了，没办法了。有的猪肉、排骨什么都有了。买猪肉、排骨，还有什么？这是什么？这个蛋啊，面条。买蛋、面条。对。那这里面本子里的人，如果你再看到，你还记得吗？哦，有的搬出去了，我经常进来，他就跑过来给我认，我都会认得出来。还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的几乎没有几个。像那个工人哈，来拿一次货都登记。嗯。也到他上山去赚钱嘛，去做工，差不多三个月下来。他进来，我还是认得出来。我从小就很会认。上个礼拜我就看到电视，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来了。阿姨，有没有还有的人没有还钱的？没有还钱的哈，怎么说呢？会不会忘记？我们也没有去记，我们也没有去记他。可能忘记了。就像那个钱拿回来也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了啦。有了就。民国七十几年欠的七八千块，现在他住在花莲美伦，我也没有去向他要。在林田山，像张阿姨这样牌子老、信誉好的小杂货店，
幸运的还留下了几家。当年的林田山社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伐木业引来的四方人潮，将这个林田山下的小小山城喧腾的是人声鼎沸，机械隆隆，五脏俱全的生活机能就如同张阿姨所说的，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张阿姨特会记人，但是有关钱的事却总是不太在意。这是什么时候的钱啊？我也不知道，就收集起来，我就给他。这个很旧了呀，阿姨。这一张是。可是我就觉得放那个旧的钱也没有什么用啊。中华民国。后来都给他卖掉了。阿姨，这张是29年呢，中华民国29年的一元，当时的一元是一张钞票哎。一元都是钞票，五元也是钞票，10元，啊，我都已经忘记那时候10元好像有钞票了。可以拿出来看看吗，阿姨？可以。这个好，这个5块，这个是比较厚来的，这个。对，哦，这个比较厚。看看这些钱，这很旧的，阿姨。这一张是，你看这张一元的，这是民国29年的哦。那时候一元这样一张可以买到什么？民国29年。那个时候做小孩子很少给我机会买东西，所以我也不太了解要买什么东西。不为什么有像现在的小孩子，一个月给你几十块啊，零用钱没有呢？那时候好像拿到一元就蛮大的哦，一元哈，我爸爸常说，好像5毛钱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什么的。买糖果吃。这边还有一张更旧的，这个是我刚看到一张更旧，25年。民国25年的5元，你会觉得那时候国父好像瘦了一点，跟现在不太一样。民国25年，这是5块钱，这张就更大了。5元可以买到更多东西。我就随手给他收集，真的我也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用过钱。真的哦，你只是看到钱不太一样了，蛮漂亮吧？对，漂亮，收集起来，对，就是这个。这是25年，我看还有。有些我都给他卖出去了。你觉得这种民国这个比较早，民国50年的长型的，那时候5块钱可以买到什么？猪肉多少钱？那十块左右是安尼款，我嘛记不上起来了。不太记得了哈。记不上起来。啊，那时候不是有卖串冰吗？串冰。串冰一碗大概多少钱？一碗可能是，好像算几角，无甲，唔免甲几块安尼。还没到一块。是串冰的，还没到一块。然后进来是夏天卖那个一季的那个串冰，刨冰，就冬天就休息了，就有的吃，半年哦，伙食就够了。那个是人家就说卖冰最好赚就是这样。哦。就一块冰没有多少钱嘛，就串就可以卖好多钱了。就夏天卖冰，冬天就休息了。冬天休息，阿姨很好客，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工作人员，她不止跟我讲话，她还跟他们一起解释，这样非常好客的一个阿姨。我想问，因为刚刚有人渴了，我想要买个东西喝，但是我想说，以前呢，比如说30-40年前，如果有人下车要来买东西喝，他们那时候喝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饮料了。那时候是卖什么？喝茶嘞。喝茶。他们喝茶，好像都没有，几乎没有人找过要买饮料。选择性的留下记忆，却也留住了生活在林田山一甲子的丰厚人情。许多离开林田山的居民都会习惯性的再回到这个超过半世纪的干妈店，看看店里头开朗豁达的老邻居，重新在老店里抓住一些曾经熟悉的影像。当年货架上陈列的物品虽然肯定不及今天的时髦多样，但对张阿姨来说，这是父亲留给他的林田山纪念。早年在林田山下生活的居民，出入交通都必须依赖免费的万森线小瓦斯火车，而这条记忆之路的终点就在张阿姨经营的小店前。好，还有谁要猪肉？阿姨跟我讲，这是当年卖猪肉的地方啊，这边应有尽有。然后呢，其实猪肉是这边卖最好的产品，尤其到过节过年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也是阿姨最忙的时候。待会呢，我要去找一位对这个林田山这边历史非常熟悉的一个文史工作者，
庄明仪先生，他跟我约在一个冰果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我们去找他吧。绿墙黑瓦的日式木屋保留下旧日的林场风光，这里的地名在光复后更迭为森荣。我们循着快木的芳香，寻找林田山的繁华起落。台湾珍贵的红块、扁柏等一级木，大多生长于终年云雾缭绕的雾林带，而阿里山蕴藏丰富的原始林，即是于西元1896年经日本探险队发现后，开启了阿里山森林和高山铁路的开发。他说日式木头房子，我想这应该是他们员工宿舍吧，因为以前像眷村呢，或是这种空军的宿舍，都大概都长这样。因为正好我家以前啊，也就长这个样子，是这样子的纱窗，大概这个 size 的屋檐。然后我想这现在也很安静嘛，可是我相信这边曾经也是很热闹，像我以前一样，我们家巷子大概这个 size， 小朋友过年的时候出来玩啊，打陀螺啊，玩水烟枪啊。捉迷藏啊，是最喜欢的游戏啊！突然在走进这样子一个巷子里面，不仅仅走入这个林田山的历史啊，也勾起我儿时的回忆。真的，我长高了好多。许多人的记忆深处，或许都还停留着属于童年时期左邻右舍鸡犬相闻的时代印记。只不过大多数人的回忆，在一片老屋改建声中留下的，真的只剩下残影了。林田山人真幸运。贝贝，哎哎，午安。午安。你住这边啊？哎，是的。我可以过来跟你聊聊天吗？可以，可以。哦，好好好，我过来啊。哎。贝贝，今天好热哦。今天好热的。今天凉，现在凉快点了。每天也是这样。你住这边是不是？哎，是的。哦，你是在林田山那边工作吗？以前？哎，是的。啊，贝贝贵姓？哎，姓傅。傅，哪一个字？师傅的傅。师傅的傅。傅贝贝好，我姓蒋。那贝贝一直都住这里吗？还是？住50多年了。住五十多年了。还有60年。五十多年，那是日据时代也在这里吗？那日据时代你在这边是做伐木工吗？不是，做会计。会计哦，会计啊，做会计就发钱的。哎，是对，发薪水的。哎，哦，那时候北北薪水多少钱？大概一个月差不多50几块钱。五十几块钱？嗯，一个月五十几块钱，那时候算好不好？算是很好。算是很好的，可以吃得好住得好了那时候。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没有东西花了，哦，没的，对，没有什么好花的啦。那北北从哪里来这边做事的？台北过来。哦，从台北来的，所以这是日据时代，你从台北来林田山这边做事。是的。那时候这边很多人来这边做事吧？很多、哦。大概有多少人？大概这里是山里300多户。300多户、啊嗯，那有一两千人了。嗯，有。很多很多人在这边。嗯，那你每天都发薪水给人家？哎，那你知道伐木工人日据时代大概多少钱吗？伐木工人，那他做多少算多少的？哦，他做多少才算多少？啊，那怎么算呢？他一个立方多少钱这样？一个立方啊？嗯，哦，等于算木头的立方，哎哎哎哎，然后看他砍多少立方，哎哎，然后他们再算，然后北北再发薪水给他。哎，是的。哦，那一次要发好几个工人。要发给猪头啊，发工头。哦，发给工头就好了。工头就好了。那薪水也比你还好了。还好，差不多3倍。三倍了。
那个是日据时代。哎，日据时代。日据时代现在有50几年前了。嗯，对。哦，那时候北北几岁？大概20岁左右。那现在几？20岁，现在有70几。81。81岁了。哎。北北看起来是很健康啊，是81岁了，所以住了50年哇。那北北，你年轻的时候，在住在这边的时候，除了工作，这边有休闲的活动吗？晚上就看电影啊，看文化工作队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时间。会不会无聊？无聊是不会无聊，不会无聊。大部分是晚上差不多12点左右才回家，现在现在很多了。什么意思？白天做本身的工作，嗯，我下班以后做福利社的，还有做工会的、党部的，都要兼的。看不出来，北北是全能的会计啊！50年前全能会计，等于说伐木工人的这个薪水你也要管，是白天管的，白天的，嗯，下班以后不嫌累啊，然后继续在做福利社的会计，还有党部的也做，都包了，工会的也有。哦，那时候大家都认识你吧？认识。看到傅北北，就是那时候叫你什么名字？叫我傅元进。傅元进，就是朋友都叫你，嗯，叫你元进，对，发薪水这样子。哦，那看到你应该是比较开心的，因为看到傅北北就是。发我没有发你。哦，你不发，你发工头而已。开船票。哦，开船票。还有村呐，啊。对，开会计记账，把它记下来。开船票过去村呐，啊，叫那个发。哦，哎。我听说这里的福利社，嗯，好像员工买东西，嗯，他们是先记账，嗯，记账，然后再扣掉，是不是？嗯，扣薪水。所以你也管他扣多少钱？扣多少？他报过来多少？那一个月赚100-200块，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吗？那个时候50年前。50年前可以买多，大概鸭蛋哦，4个1毛钱。鸭蛋10个1毛钱，4个，4个，嗯，4个鸭蛋1毛钱，嗯，1块有10个1毛钱，他赚100-200块，嗯，你算一看他可以买几个鸭蛋？一斗米才2块9，2块8，一斗米啊，嗯，2块8，是3公斤8，嗯，哦，那北北都还记得，嗯，身体不仅硬朗，这个还做会计的不一样，2块多钱，哦，那时候有没有人？比如说他一个月100-200块啊，嗯，他福利社会不会买太多东西，结果也许发不了多少薪水。这吃不了，他就发只吃在外面发，里面发不了多少，哦。花钱就是赚的钱，下山是不是？下山去花。下山去花，嗯，所以比较少。凤梨啊，万油没有，大部分凤梨比较多。大部分凤梨比较多。喝酒了。其实北边那时候薪水也算不错，而且你还兼工哦。嗯。兼工是一点点钱呢。有几块钱加班费，加班费，看你很努力的样子那时候。那个钱结果都没有。都没有，为什么？买爱国奖金买掉。买爱国奖金买掉。哦，共30万呢，每次买每次共估。每次共估，那现在乐透彩有没有买？大奖没有，小奖。小奖有中。给他一个通通拿。通通。送给国家。夏日的午后，在傅北北的日式窗台下偷得了小片刻的清凉，对于这里的冷暖，老人家早已是应对坦然。这样的态度让他从年轻时代日本人经营的台湾兴业株式会社持续到光复后的中兴纸业公司，他的会计生涯就是一部林田山的林业史。冰店，冰果是应该是这里吧？年代，可是好像没有在卖冰的样子啊。林田山文史工作室了，就这里。庄先生，哎，你好。哎，你好。庄先生吗？你好，你好。我是在卖金条丸子蒋伟文。啊，你好，你好。以后原来这个冰果室啊，哎，对，这是所谓的冰店是不是？对对。就其实这。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冰店了，哦，嗯，这是你的一个文史工作室，是不是？是。哦，那以前这里是个冰店吗？对，早期我们林场这个地方的员工福利设施当中，这是属于吃冰的地方。哦，就是那个窗口是卖冰的吗？没有，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个整个柜台，哦，因为现在改做工作室之外，你看哈，这个柜台拆掉，啊，里面是制冰的机器。
哦，所以以前进来这边买冰，这是大冰的，这边都是桌椅。哦，所以我卖冰，我在这边卖冰。哎，没错。那以前卖什么样的冰？有什么吉亚冰啊、红豆冰啊，还有之类的冰淇淋，那个 cream 冰淇淋。哦，也有就是，所以是冰棒类啊、雪糕类都有。哎，我们在这边坐一下。那请坐吧，请坐。哦，庄先生，你以前也在这边买过冰来吃吗？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奢侈、一个消费的地方。那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冰？那个时候什么酸梅冰啊、红豆冰，只要有冰可解渴，就都是很好吃。真的、哦，所以这个时候那时候可能很多人在这边吃冰。哦，以那个时候社区的人口不像现在这么凋零，那个时候差不多有1800多个社区的人在这边生活。哇！我像我45年出生，到我比较懂事，小学50年代那个时候，几乎都留下很多的记忆。所以你。50年代就是你小学的时候就在这边，那所以你是这边的员工吗？还是我现在算是林业的第二代了。哦，等于说你的父亲那时候，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在这边上班，在这边上班，所以你就住在这边。对对。那你有在这边上小学吗？我从这边读幼稚园，也从这边上小学，包括我现在的工作也在这边服务。哦，等于说你这一辈子到现在还没有离开林田山呢？可以这样子说。哦，所以是这个文史工作方面，你就是最熟悉的。在庄先生身上看到林场第二代的时代使命，这一代陪着林田山走过繁华，走入寂静，他们都有着一铁轨的林田山故事。旧称棉脑的太平山，是在1906年日警李帆路过范范山爱勇路时，无意间发现此地块木丰富的蓄积量，认为是全岛森林资源精华之所在，开始了太平山长达68年的伐木生涯。像这个就是我们的员工的早期的餐厅。员工早期的餐厅是？对对。哦，民以食为天，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可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都已经封死啊，还好可以进去。哇，还蛮大的。对啊。那当时这个餐厅在这边，它那个厨房是在隔壁的。我听说这个餐厅以前还有一个美名啊，叫单身伙食团餐厅。对，因为当时很多的单身汉来这边努力打拼嘛。嗯哼。我也听很多的同事说，之前他们都是来到这边之后工作定居下来之后，也才这边成家立业的。哦。在之前成家之前都在这边大火这样。那时候我不知道卖的比较好的菜色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可能比较没有印象，我只知道是来这边吃过面这样。我在那边吃过面，因为这里的这个人很不同种族的人很多嘛，那大家吃的口味都不一样，所以看当时厨师是什么人，他煮出来的风味就是那时候风味。比如说夏天这边还是会蛮闷的，可是它有哦，还有电扇，有，还有电吗？这个还有电的，这个啊，可以开开试试看吗？这个开关要怎么用？这边有开关啊，开了，嗯，就这样。这是当时的电扇吧？哎，这个当时的电扇，这是老电扇，也是古董电扇了，现在。有看得出来。现在这个餐厅这边呢，都已经封死窗户啊，所以感觉不到什么风。可你可以到这个电风扇这边来，感受一下这个旧电风扇哦，跟当年吹的风是一样的哦。当年就在这个地方，人声吵杂，大家进来吃午餐的吃午餐，有没有？聊天的聊天，谈论等一下要去哪里工作的谈论哦。然后马上流着汗吹着电扇，吃完就去赚钱去了。走出公共食堂，背脊上仍轻拂着老电风扇送来的徐徐清风，这里的许多老东西都留着浓浓的人情味。因为曾经常年经营在这样的怀旧氛围里，庄先生这几年倾全力在林田山社区总体营造的使命中，在闲置空间再利用的构想还不曾登上政府机关的企划愿景前，
这里早已着手将许多旧式建筑尽力保留，并开始搜集属于林田山的老东西。保留下旧有文物，让我们有更大空间想象林田山。每一件收藏都带有一则林田山的故事，老故事听不完也说不完，但却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可以享用一生的田田记忆库。记忆库里有时还能找到一丝会心微笑。这边有会计人员呢，这个字看起来傅云静，这是他，对的，应该是，对不对？这个小张应该是他的，这是今天我跟他聊天那个阿公的章，看到没有？隐隐约约看得出来，应该是傅云静，没错，会计人员。这是60年了，58年，58年的。哦，这还有这个，这当时贴这个邮票是那个印花税的。哦，印花税这样子。那这个账是什么账呢？这个得分类账，这是什么账？总分类账，就是我们这个会计这个用的这个记账簿用的。什么都有年哦。哎，就是台湾中心职业公司有没有？那是林田山林场的那个。这是61年度的。哎，61年度的。这个我可能看不懂，这是写好多数字哈。这可能是他们会计人员才懂得的数字啊。应该去把那个傅阿公叫过来，他阿公他一看他就知道，这个是我当年一写我就知道。所以我讲到他的字很清晰。哦，这是他的字，他的数字。陈前业，这应该是他数字。陈子业，他数字很清晰。他小我88，他现在80岁了。哦，对，他今年80岁了，身体非常健康。对，他今年80岁，是91年嘛，80岁，31年前的。哇，对，他那时候差不多50岁。50岁的时候，哇，记账还记那么清楚，他对数字很清楚。没错，我问他几岁做什么，他都很记得很清楚。我结婚的时候，你的那个会计就是他担任的。哦，真的啊，那个收礼就是他，哇，他们记得。这个应该是饱受怀念的中山堂啊。对啦，就是我们早期林场的一个精神堡垒啊，一些开会的一些演艺厅啊，而且放电影的毕业典礼都是在这个地方。开会、演艺厅，这个毕业典礼、看电影、看电影都在中山堂。对，所以我想很多人的这个记忆啊，或者回忆，都是留在中山堂那边。哎，那一定的。哦，有没有在中山堂交过女朋友？哇，那早期那是可能很多这样的故事啊。没有，带你们去看电影啊什么的。那时候也很热闹，对啊，就不光是我们社区的呢，那我们周边很多的人都可以都照的，像光禄乡啊、凤林镇这些的。所以中山堂其实也是这个成就了很多对姻缘啊。对啊，实际上很多人现在会回来，也是想要找这个地方，他们的记忆。这是当时那一块招牌了。对啊，我们把它拆下，因为像前几年那时候坏得非常厉害，我们当时觉得就是说不把它保存的话，可能。但是尸骨都无存，那我们就是暂时先把它做这样的一种保存。民国50年，林田山居民利用中兴纸业提拨的职工福利金，购得了当时后山最先进的日制电影放映机2部。从此，中山堂不只成为了影音流转的场所，林场中的大小事宜几乎都曾在这里留下快乐的回忆。除了每周放映2到3场的免费电影外，还有人手一支供不应求的林场自制吉亚兵。这些珍贵的记忆，在林田山文史工作室的推动下，将旧有的福利社、医务室等建筑改成了林业生活馆和林业文物陈列馆，展示早年林场员工眷属生活使用的木制器具、伐木工具和医疗器材。在众多被留下的旧日建物中，中山堂可说是留存有最多林田山昔日残影的地方。当年中山堂是许多林田山人的精神寄托，直到今天，危楼复旧中的中山堂依然是林田山人心中一栋有着电影梦的逐梦地方。寂寞的林班生活在这里得到释放，强说愁的年轻岁月在这里试得了愁滋味。电影《新天堂乐园》的剧情在这里真实上映。电影散场时，扩音机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以及祝林场员工晚安的甜美女声不在，
当年水泄不通的中山堂孤立在废弃的铁道旁。大雪山森林最早是台湾大雪山林业公司鞍马山工作站所辖，区内蕴藏有丰富的红块、扁柏、铁杉等原始林，在林业政策改变停止伐木后，已于1974年转型为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北北，你住这里吗？对，住这里。我最久了，这个这里面我住最久，这个住63年了。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那个杂货店啊。杂货店。日本时代到现在的杂货店。北北，日据时代就住在这边吗？是吧？对，就是民国28年来。民国28年。这个28年才筹备嘛，我爸爸带来的。哦。台湾省只有一个了，这个。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编号的啊。13382只有一个。13382。这是号码。应该是每个烟酒的零售商的号码不一样吧？不一样，所以说只有一个，对不对？那不是我的牌照也只有一个啊，这一样道理。问题就是这样啊。人家说不可能吧？我说有。蔡北北，你以前就住这里吗？对，打从小时候。对对对，人最多是50年到60年代，这个二十年当中。人多的时候是员工是500个，哦，这个我们每一年的这个运这个木头的量啊，是差不多是4万立方公尺，哇，很多很多。那时候这里应该很吵吧？很吵，就是说差不多500个员工哈，那个时候最少一家都有5口，就2500个人以上，哇，是非常繁华，非常热闹。现在都听不到什么声音。有小香港那个时候坏，那时候会听到大概什么样的声音？人的声音，嗯，这个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是人的声音，到处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人。因为那时候好像听说这边都很不同族群很多了。对，都是不同族群。什么样的人在这边工作？就是外省啊，这个客家、闽南，还有高山族，就是平地三胞，这个5个族群的人呢，在这里工作，但是呢，没有发生说打架啦，这个族群的歧视啊，这种都没有，都非常的融洽。所以讲起来，这还算是台湾一个族群大融合的地方啊，大融合的地方。我认识一位那个傅云进，傅云进先生，认识吗？他是认识，他是会计，他是管账的。对，他管账嘛，会计。对，那你那时候在林场？林场我管钱的。管账跟管钱有不同在哪？不同，因为在账以后，那个船票切过来以后，我们是根据那个船票啊，就花钱给人家，完全不一样。所以实际上你等于是出纳就对了。出纳对，出纳。你把钱弄出，等于是我懂了，出纳的那，等于说真的要领钱向你领就对了。对。那时候怎么发薪水的？就是早期是发现金。发现金。可是说，比如说还有人在山上工作。山上工作，我们就要大的那个登山袋背到山上去发，背一袋的现金上去。背上去啊，那最多背一次多少钱？背一次那个数目实在很庞大，忘记，大概都是那个时候都是百万以上。背百万？那个时候百万很多呢，50、60年代的时候背百万上山上去。对，有没有警卫啊？没有，那个时候是没有，但是呢，没有听说是抢银行啦，或者说没有，或者说抢劫啦，那个时候完全没有。那背到山上一看到你就很开心了吧？还开心，他们都叫你什么？请客。那时候都叫你什么？叫我这个财神爷。真的还假的？真的，财神爷来了，财神爷来了，财神爷真的。你就背一包包，对，发钱这样子。对，一袋都叫到你名字，印章拿来我就盖下去，有没有？好，那一袋你的名字我就拿给你了。所以我你怕人家看到你就带下去就好了。回去再算嘛。所以有的是一袋里面可能没多少钱，也不一定被扣光了。你这讲得很准，对不对？大家都是山上大家是蒙后嘛，蒙欠账嘛，都没有其他的屋落嘛，山上对不对？就喝啦吃啦，都扣一半以上了。哇，可是听说在这边工作赚的钱也不少。不少。哎呦，
真的。哎，我还听说啊，这边好像这里员工有个最大的福利啊，离开林田的时候，我说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得到一块好木头，可以做什么用？是不是？哦，棺木，可以得到一副棺木、啊。哎，对，是事实。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什么时候？那个是还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嗯，那个时候我们制材工厂还没有烧掉嘛。嗯。每一个人假如走了以后哈，要到苏州才可以哦。嗯。你要再搬出去不行了哈。嗯。在苏州的时候，他就一个纪念品给你哈。所谓的四块板子，到苏州、嗯、上海是苏州嘛。哦。杭州、苏州有没有？对。我们以前啊，嗯、就是说死掉叫做守旧别案。苏州卖鸭蛋。卖鸭蛋。嗯。以前就是已经过世了。四块板子。这个一级木的。一级木。这个块木。哇，块很香、啊。很香啊，很香，那块很值得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得到那个福利嘛，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死。哎呀，也不可惜，可惜。不要说可惜，说是你的福分。那那时候如果说还没有死的人，可以登记先拿这个块木吗？哎，不行，也不行。哎，那要根据死亡证明书来发放这个块木。哦。要经过一道手续啊。一条条飘散着块木香的小巷，一则则有着故事的林田山人。几年后，当我们到达了这样的年龄，还能记得多少来时路？在林田山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物品、每一个人身上，都嗅得到森林的青葱味。在伐木已成为历史名词的今天，他们却希望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走出一页森林的记忆。棺坞位于竹东林场大路林道上，民国32年，日人开始了鹿场大山的砍伐作业。在今天棺坞地区茂密的柳杉林树海中，仍留有旧日造林地上的伐木机械以及各式的集材机具。就是要铁轨这样子，会一直走上去吗？是我们整个林场的铁道的一个森林铁道的一个起点，这条线也叫温泉线。温泉线。嗯。在民国72年，林田山林道完成前，森林铁路一直是最便捷的运材工具，同时也是林田山人乡愁的接轨处。去年7月的一场大火，将林田山的乡愁烧得更浓了。康乐新村在灰烬中残留着无语问天的焦黑，火灾基地上遗留着50年代林场在林业最兴盛的当时为员工搭建的房舍遗迹。经历过几次林场上的大小火灾后，唯一一户房舍幸存的孙妈妈依旧卖力地刷白了她的块木房舍，并乐观地向来往游人推荐她好喝的青草茶。不久后，这栋房舍也将成为陈列林田山过去荣耀的博物馆。没有了火车汽笛长鸣的林田山，极静地听得到夏天逐渐远离。我们的脚步踏足不到旧日高山尽头的长长轨道，但在影像中，这一幕却似乎永远地停格在林田山。影片结束了。当你在看这一场林田山珍贵的回忆的时候，你可能会强烈的感受到当时这里繁华一时啊，和现在的一个没落的感觉的一种对比。或许你真的以为电影结束了，但是在当地的居民努力之下，还有社会大众的一些关心，给他们的帮助，他们推广了一个全民的林田山文化，进而达到了一个林业文化园区的这个梦想。或者你可以说，这就是林田山文化的电影的续集吧。我们拭目以待，也给他极大的掌声。忙了一天，累了吗？想睡了吗？别忘了检查门窗关好了吗？炉火灭了吗？祝大家晚安。明天又是林田山新的一天。